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declara que reconoce que en el mundo solo existe una sola China. 对尼加拉瓜政府不法侵占我国的管产，不法移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政府无法接受，并且表达强烈的抗议。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尼加拉瓜奥德加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恶劣行径，并且我们也吁请各界来协助尼加拉瓜天主教的教会向尼加拉瓜政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将我国前大使馆的馆舍的产权登记要移转给尼加拉瓜的天主教会。